大家好，这里是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一份工作呢，是关于经理和业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，地点是在爱知县的名古屋市，工作时间是9点到晚上6点，每个月是给18到22万，那日语也是要求日常会话，不需要太多的经验。这边是我们公司的地址和电话，我们公司每周都有在召开说明会，是135的上午11点和246日的下午1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联系一下。